觉得我们要到绿线的导播都已经看习惯了，我们才可以渐渐的去红线。那时候什么放放呀？不要戳地板，那我就戳到地板。放放这样可以吧？绝对不会戳到。哎，这个下车很缓，不用急着抽。哎，但是我之前的习惯真的是抽地板。他抽好像爬在地上半死不活的，就是想要推几下。这次不知道要去哪边了。一样，下面会很，在那边人很多，就是。脚会抓紧，所以就会磨地板。但是我不是要去磨它，我只是会抓紧。不会没差，只要脚有 OK 就好，不管手。就你左转跟我左第一天的一模一样，你会这样子，然后你会这样，所以你的左转的时候，你想着摸右膝盖或者右边肩膀好不好？你的左转，你的也不要特别想什么啦，就重心记得。但是我脚有用力啊。脚有用力，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扭曲。下小雪还是怎样？上面有东西飘下。好了，我不要在你后面，对不起。
你也是紧张吗？来，九九先不要站起来，先把板子放到下面。放起会很方便哦，真的。对啊。好。没有，我在想你刚说的事情，讲着讲着。好了好了，那不要理我。你也可以用水平棒啊，多练几次。你因为你一直摔，我才会练啊。教练指导，不要理我了，你去找教练。你去黏着教练，由教练来指导。我要走了。叫我们走左边吧，是真的要跳还是过去就可以了？你右边没拉线，左边没拉线。对啊，都是开的，我这。哦。啊？啊？OK 啊，大字型，太小太小，大字型这样。下雪了。
度这么慢，所以不会飞起来的啦。瞬间坐心放后面，超危险。掉上来的吗？还没掉啊，刚开始的。